是佛教中的一个重要的神灵形象，通常被描述为有千只手和千只眼睛的菩萨。他是慈悲和智慧的象征。这位神灵可以同时实行千种不同的慈悲行为。我要对镜啊，可以看到所有众生的痛告和需要，以便帮助他们。下面。千手观音，我以为表演者香港敦煌千手观音舞蹈艺术团。好啊好啊，好，没问题。